这边都破破烂烂的哈、哦，破破烂烂是因为纸的关系，不是它的笔法破烂。像这个都是因为纸的关系，碰到纸的关系，哦，这都纸啊，有折痕。妙。对，这里都他也不太管那个折痕，那破成什么样，碰到折痕了，破到什么样子，他就照写不误。他这一行的字写得很大哈、哦，所以受折痕的影响就越深，折痕。折痕，折痕，下面是一个折痕，造成那笔法上就破破碎碎的样子。哦，这是连下来的，学下来的又这个都折痕，破破烂烂哦，这个不是它的原意。少斜斜短短的，轻轻的，这折下来，这里破掉了，折痕的影响。而扁的、轻的、重的、重的，壳比较小，然后窄的，壳棉棉壳棉是上左高，这里又受到折痕的影响啊，右低、左大、右小。